3月27日晚，谢娜通过微博曝光和张碧晨的对话聊天，并配文写道：“碧晨刚度假回来，我们的对话。”从两人的对话聊天中显示，张碧晨给谢娜发消息，称自己刚度完假回来，就收到被谢娜封杀的消息。谢娜在连笑数声后自砍，感觉自己很厉害的样子，逗得对方做出捂脸的表情，并和谢娜约好打飞的去看谢娜的俩闺女。可见两人友谊十分的牢固，令人羡慕。此微博曝光后，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两个可爱女人的对话，感谢娜姐，张碧晨真的苦啊，什么都得她亲自来，友谊地久天长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